先忙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这人是谁啊？我不认识，就一混蛋。我从来没见你这么明显讨厌过一个人，你们有什么过节吗？没有什么过节啊，没有过节，有什么过节？嗯，哎，楚言，过来一下，王导找你啊。你先自己转转，我先去忙一下。嗯。不好意思。陈宝慧，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神出鬼没？我看你说的是你自己吧。还是老样子，说话阴阳怪气的。我可没那个时间去做阅读理解。你看看你这身过气的礼服，还有这项链，租的吧？不过也是挺配你的，跟你一样小家子气。哦，对了，两年前你还是个跑龙套的吧？虽然现在有点名气了，但这骨子里啊，果然还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。是啊，我这个烂泥凭借自己就花了两年的时间，就跟您这位公司花大价钱力捧的小花平起平坐了。你说谁更烂？你说得好听，你以为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小白莲吗？还不是靠楚言，如果不是他，你能有今天的名气吗？刚刚还让他给你介绍人脉资源的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就说嘛，我这么个小角色怎么能让甄大小姐气急败坏呢？原来是因为楚言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和楚师兄呢只不过是一部戏的荧幕 CP 而已，不会影响你们的新作的。还是说你的楚言有别的意思？嗯，你好，请问刚刚两位谁要的苏打水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手没拿稳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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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是我反应太快了，所以误伤了你，不好意思啊。人呢？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刚才的事儿我也有错。你的衣服都湿了，要不……不用了。别呀，这样的话我会过意不去的。虽然说不是我先动的手，但是我也有责任。衣服什么牌子？我赔给你。我说了不用了，谢谢。先生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有点面熟？老套，你搭讪的方式真的很老套，小姐。不是，你这样。有没有印象？你希望我记起来什么？小姐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不好意思，那个先生，你这么觉得我有点面熟吗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还有，小姐，你确定？亲，
喂，老板，最近几起某黑林氏的案件已经调查清楚了，确实是公司内部人所为。知道了。另外，最近收到风声，他们可能会有大动作。他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，立刻召开紧急会议。好的，老板。哦，对了，有关他病历的事儿，暂缓进行。明白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起昨晚的噩梦，梦见我自己得了白血病。你呀，就是最近行程太多了，精神压力太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是最关键的上升期，可千万别给我垮了啊！我知道我的经纪人大大。据说，蝴蝶在南美洲扇动了一下翅膀，可能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场龙卷风。两年前的那天，若不是菲菲那通电话，我可能还是那个籍籍无名、跑龙套的小演员。喂，玲玲，你现在能来轻易传媒一趟吗？我这边有个戏，你可以试试。真的，我现在就在附近，那我马上过去。老板，您刚才交代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您是回家还是去公司？公司。